懂就行。OK， 开始，开机。这个地方也可以按，没有低压负荷，输出达到3.1安，3安到3.1安，5.1伏3安。支持边充边放。充电指示灯，这个红色的是充电指示灯。没有问题，也可以从这里充电。充电指示灯。OK， 充电指示灯开始充电。安全关机，安全关机，长按2秒到7秒，灯开始闪烁，松开，等待3秒、几秒，电源指示灯灭掉，完全关机。重新，网络唤醒的水晶头，网络唤醒功能必须要接这个 USB 线，这个 USB 线。X820的 USB 连接头 ，X820的 SSD 硬盘，OK， 就这么地吧。